昨天不是得到一个声波粉碎器吗？除了不能对生物造成伤害，其他的都能直接分解成物质。结果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建筑，这要是给它分解了，我不直接坐地起飞了？那说干就干。哎，这是什么材质啊？怎么0.1、0.1分解呢？这得分解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还是去里面看看吧。这里面怎么还有屏障呢？看来这今天是进不去了呀。